你无爱睏，目睭紧紧，一直甲我看，要创啊？啊，你无听过人惊人惊死人咧？是的啦，我毋是条干要甲你吓惊啦，啊，我着想讲，规暝拢听着你咧冰心的声音，啊，是毋是啊？真歹睏，就讲要甲你交换睏啊？啊，若无？啊！你一个查甫人困在细顶的眠床，免哪困会入眠？你的意思是叫我困你的病床哦？系啊，啊，至少嘛较舒适。啊，若无你甲我顾好，我身体好啊。啊，结果你安尼规身躯酸痛了了，搁兼困袂饱。你即马做头家的人安尼，有足侪代志爱处理，爱困落饱，才有法度去处理遐代志啦。啊，你嘛真好笑呢。啊！你病人不爱睏病床啊！啊，叫我好好一人睏病床，真正歹去调呢。啊，无你回去厝里休困啦。医生甲我检查过，就讲我无代志啊，回去啦。袂用的啦！我下晡才答应遐个囡仔，要好好照顾你呢。我因为安尼睏袂舒适，才走倒回去，甲你一人放喺遮。我咪要甲恁交代啦。因即摆佫伫看我的表现呢。啊，我即个做爸爸的，啊，既然答应因啦，当然嘛做甲到啊，对毋？你免管我，免烦恼啦，紧嘞，紧倒来好好休困。安怎呀？我敢对伊讲唔对？唔是啦，我就刚刚讲哦，你唔那是我的天啊，我今麦真正过啊足幸福的，今麦嘛甲以前无同款啊，我感觉我的未来愈来愈有希望。是的啦，玉卿。过去予你过迄种烦恼三顿的日子，迄是我运气无好。啊，不过即摆尤庆拢行大运啊嘞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买一间大厝。啊，每一个囡仔拢有家己的房间，我嘛答应你讲啊，要买一台大台电视机。我唔免住大间厝啦。我意思是讲，等咱日子若较好过的时阵。是不是可以从立德？不可能。庆流。玉卿，我真正都讨厌见摆你讲到立德的代志呢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咱为着立德代志冤家冤几啊摆啊。我嘛真正唔知影，明仔甲你讲，明仔甲你解释，你才会死心。立德早都唔是咱杨家的囡仔，这嘛是事实。你唔是比我更加清楚？我清楚，我就清楚诶。要唔过，搁看到公公嘛是立德的亲生妈妈，我总是有私心吗？我知影安尼袂用的，要唔过我若看到立德，我真正小想要抱伊，我小想要甲讲，我足爱伊的。你敢唔知道你有这种想法，会害到立德的？你廖准讲，我伫面头前甲伊讲，你唔是阮亲生后生，我袂心疼心。你真正甲尤庆龙当作是心肝真凶的人心。玉卿，你是立德的亲生妈妈，我是立德的亲生爸爸。就算我安怎思念伊，我嘛用我的理性的态度去看这件代志，提醒我自己，我对立德一定要心肝了坦白。那么伊无法度变成王家的囡仔，既然立德一出世无认得咱姓杨。啊！若即摆无无法度生活，是毋是够啊可怜？伊嘛会当同时阵做咱两家伙的囡仔。你哪有这种天真的想法啊？当初你坚持买我个立地交家乡，啊，毋就是因为靠边无法度家己的囡仔？伊讲伊用伊性命去好好疼惜立地，你这条线若无走得掉，互立地知影所有代志，你想看卖啊？靠边安怎想两个阿母？伊安怎对待立德？伊敢会继续疼惜一个心内阁有另外一个假的囡仔？那不过，立德应该是知影伊家己的心事啊。那是安尼，更加袂得让人有噶。安尼，你真正害着伊啊！
你要将伊的心留伫王家，让王家的人继续疼惜伊。做人的父母啊，上重要的不是自己的囡仔绑在身躯边，是让这个囡仔不管在倒位，都能得到幸福。只要伊得到幸福，就算我怨叹了一世人，咱干嘛拢爱接受？因为这就是咱一开始做出的决定。我是柳秋，啊，无你是讨什么大亏啦？爸爸是读册人，是亚毕嘞，也毋是亚真实啊。我会当做到这种程度，算我上有天分啊嘞。那毋是因为要做早顿给你吃，我搁早倒转来要创啊？啊，我都无讲啥。嗯。爸，你是真笨。对啊。我給你啊！别，我给你处理就好啊！啊，我给你来，我给你来。啊，你搁起来要创啥？你去看阿妈起床啊未？叫阿妈起床准备吃早餐。爸，你敢不知影阿妈拢去房间吃？敢是安尼？阿妈路面阵无方便啊，所以有时阵妈就会去阿妈的房间捡菜、提衫。就是为着要陪阿妈开讲。你妈妈真正真无简单啊，辛苦伊啊。啊，你甲我看要创啥啦？啊，我就无讲啥。啊这，爸。你管恁老落去，咱啥物时阵才会当食三顿？我要来煎啊啦！爸，你会晓袂？我当然嘛会晓。爸，迄是麻油。我就是晓干物用麻油来煎，较香、较好食，给恁补身体，安尼会用袂？爸，鼎还袂烧呢。啊，哪边就烧，哪边就烧，哪边就烧。爸，你还袂落姜下？我准备要落啦。爸，迄是汤。算唔知。爸。还阁烧煮的呢，哇，好香的！爸，啊，麦嘞？对，啊，是米无够多哦。你少看一下什么情形嘛？系啊，米系上少啊。啊，你来，叫你来，好你来。我不多用呢。啊，你要先吃卵啊！去下地，去下地。啊，真正是哦。啊，你吃，你吃。爸，足咸的啦。啊，这。啊，卖吃，卖吃，卖吃，没，卖用啊，卖用，我去买早餐给你吃好啊。哇。
相相对对，会记得你上风雨对阮冷淡的祝福，风吹